我下班回来了呀，大宝在吃饭呢，真听话。你妹妹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妹妹上哪里去了，找找去。哎，我听见好像妹妹在这里面呢，她肯定又藏起来了整我们。我们今天来测试测试妹妹好不好？来，戴上你的这个面具。来，先戴一个僵尸的面具测试测试她，看看她会不会给你开门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我是僵尸啊！如果你给我开门，我就吃掉你！我才不给你开门！还不错，再换一个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吸血鬼呀！如果你给我开门，我就吃掉你！我才不给你开门呢！哼！嗯，这个也不错，再来一个。我就把你也变成鱼头怪。我才不给你开门呢，你是鱼头怪，我才不想变成呢。嗯，这个也不错，小妹妹这个警惕性老高了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看妹妹表现得这么好，你来给妹妹送柚子吧。好，好了，给敲门。咚咚咚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姐姐呀，我给你带柚子来了。我们快吃吧。行啊。你从哪买这么漂亮的柚子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妈妈买的。是我买的，是我前两天从 PTT 上买的。上拼多多找井冈蜜柚，酸甜可口。咱看一下咱这两款柚子哈，它是两个不同的柚子，一个是红心柚，一个是白心柚。咱先打开一个。打开了一个白色的。这个是一个红心的，这个是一个白心的。先来，咱来切开一个看一下。哇 ！PDD 何老师水果旗舰店11.9 Y。哇，白心柚！你看这个里头的这个果汁特别的这个饱满，甜不甜？有点酸甜可口。尝一下，嗯，水分也特别足，都是这个树上自然熟，不是催熟的啊。这个是这个白心的哈，这个是里边是个红心的哈，它是两款不同的，特别新鲜哈，重量也是特别足哈，100万的柚子园，而且这个质量也不比超市的差哈，个头也特别大，皮薄肉多，颜色很正，汁水充沛，